我们来说一下我们的可为队长，就是他这个人呢也不争什么东西，每次就分什么词啊跳舞啊什么，他从来不说什么。但他当了这个队长之后他就更不说了，但是这是不对的，我要批评你。好，继续说。你当 C 位好不好？好的呀，反正就都站在中间多好，是吧？而且他也从第二期开始嘛，对吧，又有能力又专业又很好，我觉得他完全有能力做好这个队长。是的，这个棒棒交到你手上。嗯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还蛮爽的。是吗？嗯，来，你们踊跃发言。我们可为队长，怎么说呢，我觉得比我合格。有一说一，真的当得很好。你对舞蹈上面，经常我们两个的意见也都是一样的，就不好的地方就是他真的是能一眼看到，真的，而且又很被关怀。他其实一直像妈妈一样的方面。王菲，你给我喝水，喝。哎，对，你一定要一直都喝水，听我的。好，就一直不停地灌。你现在刚刚有症状，一定要多喝水，咕噜咕噜一直灌热水。好，你喝水了吗？刚喝了一大杯。再喝，继续喝，你一直不停地喝。哎，其实我觉得来到这个节目，每一个人带给我都有不一样的点。为什么我这么喜欢跟静姐在一组？我是觉得很多地方我能看到我身上有很多跟她有点像的影子，但是我没有她这么勇敢，就直面一些东西，她可以说出来。我最感动的是她拱我出来当队长这件事情。哎，你是可以的，问题你是可以的，你很好，你很优秀，对呀，对呀。